Play Mac 玩咩好？边度好玩？我哋去玩。对于平时翻工咁忙、生活压力大嘅香港人嚟讲，成日做到身心疲累，就算放假都可能做低头族，长期打机睇戏同埋煲剧，摊喺张床度玩电话，当系放松 relax 咗，以为身体冇痛就唔紧要，其实分分钟已经过劳，甚至可能出现问题。平时去深圳按摩放松，嚟嚟去去唔系泰式精油 SPA。就是中式全身按摩，呢次我哋发掘到一间竟然有中医痛症调理，仲送45分钟足疗，埋单200蚊都唔使。想知有冇考？咩事令到我哋两个样？哇！你睇下面目全非啊！继续睇片啊！今次去嘅呢间按摩店系人气热闹嘅罗湖东门嘅老街站，搭地铁一或者3号线都到到，喺 C 出口经过地下街上到嚟地面。客店换成隔离嘅百货广场东座，就是今日过嚟嘅目的地。搭 lift 上到24楼，出到去转咗，已经见到曲翼理疗足浴馆嘅招牌，沿住指示轻松嚟到啦。里面有10几张足疗凳，仲有用嚟泰式按摩、中式按摩同埋洗头嘅房。嚟到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套餐或者自己需求。呢度主打4个套餐，分别是198蚊中医痛症调理套餐、178蚊中式全身放松套餐、178蚊泰式全身精油 SPA 套餐，同埋都是178蚊嘅宫廷彩意再加洗意再送头部嘅彩意套餐。4个套餐都是60分钟，再送45分钟嘅足疗，足足105分钟。而且是送免费中医检查。我们平时成日对电脑做到颈紧膊痛， Seiko 首先坐下来被曲医师检查，轻轻检查已经发现他的脊骨不好，有少少乌龟颈，因为长期用电话做低头族，对着电脑的时候头又向前伸，这里是不是 总结一下，这里不舒服对吧？这条筋不舒服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肩膀不舒服，还有一仰头的时候这里不舒服啊，但是你这年龄不大，你这个一次能让你这么多消失。另外到我检查的时候，曲医师说我有点驼背，同样颈部太堵塞导致血气不足。是这里吗？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两边很麻很紧，你这个明显就在上面，后面紧不紧呢？后面和前面？没有，那就上面这比较厉害。这里对。检查完如果想由曲医师调理的话，价钱就会有少少不同，分别是局部调理198蚊40分钟，中医经络调理298蚊60分钟，还有中医深层全身痛症调理399蚊90分钟。Seiko 就率先体验，首先由调理颈部，再去到膊头，一边按一边放松，又会了解痛的位置，一边解释痛的原因，知道他习惯在床上面侧瞓玩电话，一开始觉得很酸痛，看下 Seiko 缩来缩去就知道他有几肩颈膊痛，感觉有几酸软啊。这很酸，这些都是我没按过的位置，我按过的位置都会好一些。这两边肩膀也是经常你疲劳比较累的位置是吧？他还表示酸软到出汗，经过重复调理之后越来越舒服，直到没痛。轮到我啦，曲医师说我膊头还比 Seiko 硬，颈部很堵塞，所以搞到血气不足，如果头向下的时候下巴掂不到锁骨，就代表颈部拉扯得很严重，会影响睡眠质素，睡得不好。这个嘎噔嘎噔响听到了吗？听到。那个是我们的韧带，叫极上韧带炎。同样曲医师会调理颈部、膊头和头部，
一边按一边拉筋放松，调理完之后真的觉得松了很多，肩膀是松很多了是吧？嗯，你想啊，我一次就给你症状消失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但是你平时工作久一点呢，还会不舒服，是吧？所以一般要坚持五次。曲医师表示，好多痛症一次见效，不过其实要睇多三至五次才可以复原。另外，45分钟送的足疗，首先浸下只脚，一边浸一边按摩。按摩方法虽然是男师傅，但力度不会很大，不会按到痛。手法与众不同，师傅手势好舒服，按完之后上脚好轻盈啊！泰式全身精油 SPA 除了全身按摩放松之外，还有踩背，同样都是男师傅，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力度会很大，承受不来，觉得不舒服，相反完全不痛，而且好舒服。如果不想按摩，还可以揀套餐啲宫廷彩意，彩意之外还会包中医洗头。其实大众点评上面还有很多优惠的，例如拔罐或者刮痧、肩颈再加足疗、中式按摩再加拔罐或者刮痧、二选一的组合套餐等等，优惠多到我讲都讲不完啊。还有啊，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优惠，曲医师表示只是需要 like 我们的片和留言，在微信预约的时候 cap 图给他们看，每日投50位朋友仔就可以减20元，即是最便宜158元就可以做到178元套餐，你咪话唔抵啊。不过记得价钱以官方为主，有需要记住加他们微信查询。另外这家按摩店不收小费，而且24小时的，绝对啱晒各位打工仔收工想不想放松下，顺便过夜。等我哋下次再过嚟继续调理痛症，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过嚟试下。如果你鍾意呢条片，记住 like、订阅、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。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